给他行进汇率。 上面也全没刷，他这样用 Q 又没蓝，不过他有饼干。 不知道他 W 互动多少，感觉至少100呀。他4分钟有饼干了。 伤害不够啊，他 W 加饼干。 我操，这他喵给我 Q 出来了。 啊，杰来了吗？这给我套点了。 换掉，他还交了闪，还有闪钉，还行吧。我操，5分钟到了，他在吃那层塔皮，我看。 吃塔皮了，不好断，不知道这杰在不在上。我操，6级的，绝对吓人！没点燃，感觉伤害不够。 还换破的。Dramasia，Dramasia，
干嘛呀？上头是吧？这都干我，我还有 W 的。他这大招开的有什么用啊？他开大招只能免控啊，又不能加速啊，这。马上就好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不要犹豫。这不奥拉夫没办法呀，他奥拉夫跟不了啊，这不明显是阿卡丽送好吧？我手上捏着有 W，他肯定伤害不够杀我的。这不明显是阿卡丽在送啊，奥拉夫跟不上。他大招比我大招先好啊。你，他刚减这斧头他就死。看也没大呀，多尔玛西亚，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，算了，不谈了。我本来也想练那个奎桑提的，不过下版本奎桑提不是要削吗？削了好像也没必要练了。他把 W 用了，W 穿墙的。算了吧，等我大招。阿卡丽也来了。别人也尝试过，但只有我成功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精准而优雅。是奥拉夫转山的，我的
件准备好了。干嘛？我勒个去！哇哦！遇不到了。他转个小反角，这样他成型很慢。快放中路，时间要消失了。14分钟，我靠，你破败干不过他们。你还要 A 我？你这么勇啊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扎卡利伤害这么高吗？他就这个破铜烂铁，这闪装伤害这么高，他能给我秒了，真服子。我这种延迟标记吃不到这五块，我靠我靠，是直播呀，我的屏幕上面不是写的吗？推推棒，哇哟，这爆发！精准而优雅，来得及吗？快快快！别让他逼，别让他逼！打乱了，还可以，不 K 我头。我靠！哇哦，空大没回血阵，可以，这直接杀了，这杰没 W 的。
两分波塔前，对啊，点的系列神行，不然缺蓝了。下路二塔也没了，不要犹豫，快坐坐。这两个大剑。还是随便打一个大殿的呀。去死。精准而优雅。可以打呀，别怕呀。你这闪现交的太稳了吧，满血，哎，完了，阿卡丽来了。哦呦，放先锋能一波了。多玛西亚，我操！我靠，这都敢移回来！我操我操，被勾到了，吸吸吸，吸起来了！哇！你别刮了呀。嗯，又没蓝了。Hello， 来抓我！我求抓啊！
完了，被勾到了。哎呀，我全杀的呀！我操，被勾到了。哎呦！可以推呀、啊，他们这个两个没大、哎，这都没拆掉了。破三路还要坚持，我先杀你，你喜欢勾我。啊？最后一波了，这样买吧，把伤害最大化。哎，不过伤害最大化吃个药就行。这样吃药吧，这样吃不了十，这样还可以加吸血。算了，万一没有最后一波呢？我的暴风大剑加十字镐，看着好抽象。他们不敢还击。三个大剑半了，对面怎么翻啊？对面被破三路啊，没有门牙。放弃治疗。